老公，能不能给我买点吃的呀？你猪啊，这么能吃？哎呀，好嘛，给我买一点，随便买一点。老公出去买东西了，于是我决定今天好好整整他。你在哪儿好呢？塞哪里会显得不那么假？还是在这儿吧。等会他来了，我就说系安全带的时候发现他，他塞进去。嗯，万事俱备，就等他来了。Later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应该不明显吧？回来啦，走，我们回家吧。这给我的。等一下，太热了。太热了，系上安全带，别忘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水啊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我问的你这个，你看不见吗？我今天一整天跟你在一起啊，我怎么知道呀？啊，是会不会是你的？不是我的，我从来不穿这颜色。那我怎么知道啊？啊，这我也不穿丝袜了，不可能是我的。哪里来的？是我表姐坐在这里落下的。你表姐啊？嗯，那行啊，我们回去就问她啊。如果不是她的，你就别回家了，你就死定了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小北上次天不是问我们借车了吗？嗯，可能是她去带妹子了。那你问她是不是啊？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啊。嗯，喂，小北啊，哎，那天你把车借出，你是干嘛了啊？是不是带了个妹子啊？你这声咳嗽是啥意思啊？哦，那难怪呢。那车上那个丝袜是不是他落下的？哦，我说难怪了，你差点害死我了。好，行行行，不说了不说了啊，就这样就这样。是小北带妹子落下的，难怪呢啊。哦，来，手机打给我看看，是不是打给他了？啊，手机刚才没电了，自动关机了。怎么就没电了？哈，没电了。我跟你说，小北这朋友马上给我拉黑。拉黑拉黑，你又套路我，套路我，你还好意思说啊？那我就想看看你是啥反应嘛？啊，东西拿去吃吧，我要回家了啊。